危险重重，可谓九死一生啊。可有人争先呢？可有人自告奋勇啊？若是无人争先，那就抽签了啊。谁抽着红签就由谁去，谁先来抽啊？唐宗师，听闻端午以前是采珠出身，水性定然很不错，让他先来吧。水性不错，端午，要不你先来抽？行吧。恭喜恭喜，禀郎主，端午抽中了。这怎么全是红线啊？你这不是存心害我们吗？你是诈穿了我是子！我是真不知道，我失情了我。曹操，我上去。是。不作数。重抽，郎主，我去。你去？今日本就得去一个人。我水性好，我去。好，我商队呢，向来赏罚分明。既然你自告奋勇，勇气可嘉。如果你赢得比赛，我再给你加100万钱。若是鲛人夺宝，我赢了。可否让我正式加入胭脂商队？好，若你赢得鲛人夺宝，我许你入商队。谢郎主。郎主有何吩咐？明天夺宝大会的时候，把这个穿上。有何特别？能保你不死在水里。我生与死重要吗？不重要，但是夺宝必须成功。明白。不过郎主放心，此事我从小就做。林睿非一般的凶险，那可以抬高价钱。不能。我知道我的命不值钱，不过郎主的珠宝值钱，不值得吗？值得，但你没得选。其实你现在如果放弃血珠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走，不用趟这趟浑水。如果我拿不回血珠的话，我便就找不到我阿姨。行了，下去。谢郎主。神庙祭祀海神娘娘，
祈求海域安宁，渔获不断，商旅平安。今日围海维持，教人夺宝，请各方善士广施恩德，积福纳祥。本次海参祭已选出由燕氏商队所献出的祖母绿，作为本次教人夺宝的宝物。教人出场，此次参加教人夺宝，有西域燕氏商队、扬州崔氏、渤海胡商、明州商帮。海神祭，教人夺宝，现在开始。这一下水，幸运堪忧，果然有他们参与的事情都没这么简单。准备。南海祭本为本地传统，传承已有百年，其目的是祈福四海，得以丰年。倘若现在如此凶残，确实违背本意。本官贵为司侦特使，绝对不允许这样凶残的事情发生在我管辖的地界之内，所以我提议本次比武改为岸上比试，各队切磋，分出高下即可。众目睽睽，公正公明，一炷香为限，手握重宝者赢。君有救世之心，却无救世之力，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世人的苦难。这世上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，才会有苦难。我说了，没人是无辜的。放心吧，他死不了。我这个小师弟对那猪奴倒是挺上心的。为这猪奴，在珍珠会豪掷千金为其捧场，后又因柳叶金自保了身份。年纪尚轻，还需磨练。心有牵挂，那就好办。
我带他走。狼主擅自出手，所谓何意啊？这就是你们说的分出胜负即可。这鲛人夺宝，我还以为是诚心祭祀，为万民祈福呢，否则我也不会拿出价值连城的祖母玉。可没想到，这南海祭也可以随意改变规则，更有人用一些下作的手段，让好好的祭祀变成了一场杀戮之争。海神祭鲛人夺宝由来已久，究竟是在海中还是在岸边，都只是形式不同。方才徐特使宣读规则时未见燕狼主反对，如今输了便出来分辨。我家鲛人可是在香燃尽一刻夺得重宝，崔氏为胜。我燕氏商行行商万国，诚信为本，讲究的就是一个信誉。今日我输了，我认。燕郎君莫要忘了我俩的约定就成。如今这鲛人夺宝我赢了，那岭南珍珠的采购燕郎主可得放弃。燕郎是重诺之人，燕郎君不会出尔反尔吧？那是自然。今日我崔家获胜，必当备办三牲祭品，祭祀南海神庙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商旅平安。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，后面怎么做就看你自己了。还得多仰仗徐特使。燕子京市一介商贾不足为患，我帮你解决了你的心头大患，那你呢？请徐特使放心，张继然在此处无人庇护，想必他很难安全走出广州。他能不能离开广州我不管，谭王寿宴将至，珍珠莲台的事情不必我多说了吧。是。这次帮燕之国进贡飞天象的大事告成，别说扬州宝行，天下珠宝一行都将为我燕氏马首是瞻。保护神像。是。快走！阿爷，快走！你们先走！阿爷，快走！阿爷，快走啊！
有些事情就不能帮了吗？非要逼着自己去回忆。我连这个都忘了，那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你母亲好不容易带你逃到别院，又被崔定劫杀，可他们的死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。等到仇得报那一天，我才能真正好好的活着。来，鲛人夺宝很优秀，你把宝都压在一个小目标身上，本该就想你的意思是这次我孤注一掷了？你做任何事情都会留后手，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一次我没有后手，是真的孤注一掷了呢？狼主，张郎君送丽人端午回船了。